的会有人帮我们订正，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不用害怕哈，阿卡嘎达拉啊米迪里啊，尽量写错了也没有关系哈，我们就是要来学习说跟写，在这个我们自己的语言，好，阿迪尼埃那语言潮努米达。萨嘎啊，阿嘎刚我说，好，不要客气，好，尽量写，然后尽量说，好，如果你不敢写，不敢说，也没有关系，先看看那个比较会写的、会说的，然后从当中可以学习，你那那么多嘎巴那安那伊拉好，伊滴呢，阿是海国在嘎勒扎努米达啊，尼亚罗。好，书啊，好，在嘎勒扎，像昨天等于那个把光那个棉被哈，就有好几种语言，所以把该你读那语言潮那么大，你那那么给大都在嘎勒扎啊书啊，好，萨嘎阿嘎刚我说好，阿嘎嘎伊哩古玛凡那埃啊，你把嘎凡那帮你哈啊苏木啊都苏啊那么大，好，那斯给那都萨那么个给你安好。第二次哈，上一次我们就是在说，数字比那，什来啊，苏阿努米达号，好哈，好，上一次我比那什来那个米那那曼努米达，好，阿亚登号米达比那一个多吉啊，鲁木啊，比那一个多吉啊，马拉南，马拉霍。马拉菲萨古米那那曼努米达伊那吉拉好，那阿尼尼阿鲁米阿，我们再继续讲这个比有关比那萨那奈啊阿苏阿好，那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要写的就是问句跟答句，自己练习练习写好写你的问题。要跟着我们的荧幕上写问，然后回答你自己回答。待会儿我们是这样写好，那希望每一个你一定爱你那那麦好，尽量写。我们就是要来练习，错了也没关系。好，啊嘎嘎嘎，我说好，好，那好，萨拉嘎呆，哎，把拉里人努米达古那吉拉哎，我们联系一下上一次写的哈。最后一个问题来问一下，说比那古米赫兹安努米数啊，比那是多少嘛？哈，一定是数字。古米赫兹安年龄，哦，是年，米赫兹就是年哈，那米赫兹安就是年龄，努米数你的，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是比那古米赫兹安努米数，你的年龄几岁？好，多大？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要练习哦，练习写要回答，这次是回答你的年龄有几岁。那如果你不敢写你的年龄啊，你可以写谁的年龄都没关系哈。好，比那就是年龄，你的年龄多少？古米扎安努马古，或者是努谁的都可以。好，我们开始练习写哦，试看看哈。试看看写在那个讯息栏里面，比那古米扎安努米说，然后你的答案是什么？答那们阿米迪列好，迪列真伊迪尼以讯息栏。好，我们开始哦。好，答那们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啊，是很厉害，自己按那个作业簿，还有勾到好，给人家看。是哈。好好，我们先开始。哎呀，好，信息啊，都卡波马波隆，好，汪九一处长再跟我们打个招呼哈。哎好，有人在，哎，李昂有在分享上一次的上课的笔记，有空的同学可以上来看看哈。谢谢李昂，谢谢你阿来，再改一些给说巴拉萨，你的笔记。好，哎，您很多好。那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可以再下载他的这个，打开看看，然后还可以看他的笔记。好，
好，也他都没记得了。好，但他们阿没记得，你那古米扎阿努米说，你的年龄几岁？比那啊，一好书写写了，十八波罗伊拉古十八古米哈扎安阿古。好，这个写的标准的十八波罗伊拉古十八就是四十四岁。好，米扎安阿古。好，我们现在哦，学着来自己写的。然后自己念，好，我们请那个苏贤念念看你写的那个答案。嗨，十八古洛伊拉古十八古米和泽安阿古，我的年龄是四十四岁。好，好，谢谢，这是写的标准的哈，标准很写的很好，好。Bye.好嘞，好，这个早，个早，但他们十二十二十八个米，第二三农民说，土沙布鲁伊拉古里马古米和扎安努马古，我的年龄二十五岁，哇，年轻的呢，说谎，说谎，说谎哦，哎呀，被俩包了哈，土沙布鲁伊拉古里马，二十五岁。古米扎阿努玛古，我的年龄好，后面努玛古或是阿古都可以哈。好，曾经二十五岁过了。哎，改造曾经二十五岁过哈。好，还有谁？好，伯洛啊啊，对，伯洛，我没有注意到哈，他改了，修正了，都是伯洛。好，那个伯洛有咽喉音哈。好，好，然后。好，等他们哟，米迪迪。好，等他们试看看哈。好，我看到马少嘎鲁夫。好，马少来，少些努米说。等他们，其实你阿西，你阿西拜托米迪迪三努米说。好，马少。图鲁波罗伊拉古斯巴古米尔扎安努马古，我的年龄是三十四岁。好，很好，读录波罗伊拉古斯巴古米哈扎安努马古，好，完整的哈，很好，谢谢你。好，吉里昂多里昂，图萨波罗伊拉古法洛古米哈扎安努马古，我的年龄二十八岁。对，很好，好，这写的也很完整哈，图萨波罗伊拉古法洛。古米扎安努马古，好，很好，梁，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呢。好，不会，就如果有错的话，还请大家就多多，就告知，谢谢。好，谢谢。好，如果弟兄姐妹看了以后有什么那个有问题或是怎么样，可以来请教一下哈。好，谢谢李昂。好，清华吉苏多。嗨，星星。嗨，你好。嗨。杜萨布罗伊拉古里马古米哈扎安阿古，我的年龄是二十五岁。不好意思，刚刚打字打太快。哦，好，是二十五岁哈，不是三十五哦。二十五。好，谢谢阿来。谢谢。很好，写的很好，这样子也是对哈。杜萨布罗伊拉古里马古米哈扎安阿古，好，很好，谢谢。好，李昂，哎，李在林，好，吉索多，李在，嗨，你好，星星，你好，杜沙布鲁伊拉古法鲁古米和泽安努马古，好，标准，好，很好，谢谢哦，啊，就是这样写哈，这样说哈，人家问你的年龄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说，好，朱杰宇，好，吉索多。杰伊，嗨，丹娜，十八波罗伊拉古西瓦古米哈扎安努马古，好，很好，十八波罗伊拉古西瓦，好，四十九，古米哈扎安努马古，我的年龄，好，很好，哎，说的也很好哈，然后，老师下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下面呢，
诶，哪一个没有弄到 ？Sandy， 是吧 ？Sandy， 大家好，星期。大家好，好，技术都好。十八部落伊拉古恩恩古米哈扎安努玛古，我46岁。好，很好。十八部落伊拉古恩恩古米哈扎安努玛古，好，我的年龄46岁。好，写的很好哦。好，再来。来，星期。好来，好，好，连美，几十多。好。好、哦，没有打好嘞。哦，还没有，还没有写好啊、哦。还没有。好，你再问。好，还在，还在。好，这弟弟真好。好，好，这个就是通常人家会问我们，考试很像那个初级跟中级也会考这个年龄啊，他也是这样说哈。你那我们在安努米说啊，你的年龄几岁啊？我们就会讲哈，这个题目会有。好，你那好好。好，那连美你就慢慢写哈。好，每一个人都有写一个年龄的数字。比那，说到比那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他数字多少。好，一定是数字。好，就是这样子哈。比那股什么东西，比那股什么都是一定是数字。好，安路安瓦多好，没有我们就下一题，我们进到我们今天要写的。如果等一下还有人写，我们一样会。继续念哈，好，继续来看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好，第一句哈，我先念哈。巴比纳古娃娃努米数，巴比纳有几个？巴比纳有几个娃娃小孩？努米数，你的，这是我写的哦。但是你等一下要写的时候，可以跟我把比那古后面的，你可以改你想要说的，你要写的把比那古什么什么，好，可以试试看问句哦。然后写完以后，下面你答案就要写，好，自己问，自己回答，好，问句加答句，好，这样可以吗？好，我们试试看哦，大家们好。每一个人写看看，用很简单的你会的那个话，你会的啊。如果你想要知道不知道怎么写，你可以问，然后我们就告诉你你想要写的是什么字。好，如比如说这一题，你自问自答给他们。好，等他们哦。好，那你像这个第一题，巴比那古娃娃努米苏，这是我问的哦，我自问自答，我就下面就写说。萨斯巴特四个古娃娃努玛古，萨斯巴特巴比纳几位？好，萨斯巴特古娃娃努玛古。好，米数改为玛古。你看看你要用米数呢，还是都可以哦。巴比纳古娃娃，你伊拉他的小孩有几个？也可以。好，哎，谁的小孩有几个？好，都可以。好，后面都这个巴比纳古是不变的。后面的你的小孩这个娃娃努米数可以改你想要问的，好，问跟答一起写，好，慢慢写，好，试试看看，然后我看一下那个讯息栏里面，好，一面写然后听，好，连美这边宾纳古米扎安努米数，然后他写了他的答案是比度比都波罗，好，波罗后面的 o 要一个咽喉音，好，连美哈，比都波罗，波罗后面有一个咽喉音，伊拉古兹在，好，就是71啊，米扎安努玛古，好，我的年龄71岁，好，他的答案是这样对哦，只是那个 o 波罗要有咽喉音哦。好，谢谢连美。好，下次要写中文哈，顺便写中文。哦、好，李昂，好，李昂写了。我娃娃嘎古，我没有小孩是吗？你的意思是？对，我没有小孩。哦，那你我们要问的是，现在我们要写的哦，你要问句，你也要写。好，你要说巴比那古娃娃
你要跟一样。古娃娃糯米寿。对，然后你就回答说，咋爱咋爱，你说没有的话不能叫咋爱，要说啊哇爱啊哇爱古娃娃阿古，这里不能讲嘎古哦，阿古或者是努马古，我的努马古是我的，没有啊哇爱啊哇爱古娃娃努马古，或者是啊哇爱古娃娃阿古，好，这样解释啊。好，试看看哦。好，再写一次。努马古。对，我爱古娃娃努马古。我没有小孩。OK。好，试看看，再订正一下就可以。好，好，谢谢李安。好 ，Sandy 的，好 ，Sandy 来，你自己问，然后自己说哈。来。巴比纳古娃娃努米苏。萨多萨古娃娃努马古。好，应该叫达古萨爱吗，老师？好，再讲一次，我听你说什么？我那个达古萨是不是要给它改成达古萨爱古娃娃努马古？啊，达古萨也可以，两个杜萨是达古萨就是两位的意思了。然后你要写达古萨爱也可以，哈、哦，达古萨古娃娃努马古，我的小孩有两位，好，可以哦。然后你要说，你刚说达杜萨爱也可以，好，也可以，好，好，等一下要写中，好，下面的人把那个你问的跟回答的写上中文，好，问题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哦，你可以用别的，巴比纳古、瓦朱、努米苏都可以，好，好，兄弟姐妹几个啊都可以，好，巴比纳古什么什么。好，好都可以，好，朋友啦，同学，好，都可以。然后你自问，自己问，然后自己回答。好，好，我看看，好，我看到嘎照的，好，好，嘎照，你念看看。少谢恩。巴比纳古，以上你嘎照。嗯。嘎照的朋友有几位？达杜鲁古以上你嘎照，嘎照的朋友有三位。哦，三位哦，啊，你的中文写两位呢。达杜鲁，杜鲁哈。下面有讲。啊、哦，好，很好哈、哦，这样写就对了哈。达、哦、巴比纳古以上，以上是朋友，你嘎照，嘎照有几个朋友？有几位朋友？有几位？好，达杜鲁是三位，古以上朋友。你嘎照，嘎照的朋友有两三位，好，他这边写两位，三位，哦，下面有写，好，谢谢嘎照，好，看到米姑，好，米姑，马美惠老师，阿爹达那们，你说你啥？哎，哎，哎，好信息，哎好，巴比纳古萨里嘎嘎的米松，嗯，你的兄弟姐妹有几位？嗯，回答。萨西瓦古萨里嘎嘎努马古，我的兄弟姐妹有九位。哎，对，很好，谢谢。好的，行序行序写的哈。巴比纳古萨里嘎嘎，萨里嘎嘎是兄弟姐妹，努米苏你的。好，他说萨西瓦，西瓦我们前面会萨斯重叠音后面加一个啊哈，萨西瓦，任何数字一到九都是这样写哈。古萨利嘎嘎努马古，我的兄弟姐妹有九位，好，写得很好，谢谢米古行事。好，看到马少，好，马少。巴比纳古娃娃努米苏，你有几个小孩？嗯，阿瓦霍古娃娃阿古，我还没有小孩。哎，好，谢谢，很好哦。阿瓦霍还没有。还没有，这一辈了哈。古娃娃阿古，我还没有小孩，很好哦。阿娃好，还没有。好，古娃娃阿古，好的小孩，好，很好，谢谢马少。好好，连美，好，基苏多，哎，还在订正那个，好，订正那个哈。比多伯洛伊拉古兹在啊，米扎安努马古，好，很好，这样写对了。比多波罗伊拉古兹在古米扎岸啊，对对对，米扎岸前面古不是啊哈，比多波罗
伊拉古自在古米，哎，不对啊，我想想，伊多波罗伊拉古自在，伊多波罗伊拉古自在阿弥扎安努玛古，对了对了哈，阿弥扎对，好，好，纳米来纳米，吉苏多，好纳米。好 Naomi, Irat, Matinito, how Kisoto, how? Irat, Puna, Feng Kai. How, Naomi? How? Ka, Ka, Mayo, Tin Tao, how? How? Kanaman of Kahao, Sao Shin of Kahao, Papina, Uwawa, No Misu, how can come a Timu Yang, how? Neo, Chica, Shao Hai, Aso, Tatu.扎子在，扎子在，古娃娃努玛古。我有一个小孩，所以自在就好了哈。自在，自在，古娃娃努玛古。因为一自在，自在跟那个杜萨，我们说两位道九，我刚有讲说，杜萨的话打杜萨，只有自在是不能扎自在哈。扎在，好是自在，自在。自在古娃娃努玛古一个而已，所以一个的时候用扎哈，扎在呀也可以，好扎在呀，好只有一个，好扎自在是扎自在不是这样写哈，自在要不然就是自在呀也可以，好那个脑咪好自在这个扎自在给自在就好了，自在呀也可以。我的小孩只有一位。自在呀，古娃娃努玛古。自在古娃娃努玛古。自在是只有。哎，就是我只有一个小孩，只有一个。自在。好，自在古娃娃努玛古，只有一个。自在呀，古娃娃努玛古，我只有一个小孩。好，啊，那好，脑米好。订正再订正就好了哈，好我看一下，好我看到好好智慧，好智慧，好 Kisoto Papina Kushitu Ipaputar Amisalama， 外面有几个学生在玩。嗨，沙包里马古西都伊巴布达阿比萨拉马。哦，好，很好、哦。外面有十五个学生在玩。好，很好哈、哦，好，谢谢智慧。巴比纳古西都，西都是学生，伊巴布达在外面啊，米萨拉马玩耍哈、哦。外面有几个学生在玩，米萨拉马。好，他说。沙发里嘛，十五个。沙发里嘛，古西度十五位学生。伊巴布达尔啊，米萨拉玛在外面玩。好、哦，很好，写得很正确哈。谢谢智慧。好，脑密已经订正了哈。自在古娃娃努玛古。好，很好，谢谢。好，苏贤，好，基苏多。好，苏璇，本来不放我了，好、哦、好，等一下哈。来，比那古米迪里塞尼本来，本来有几位学生？拉里马古米迪里塞尼本来，本来有五位学生。嗯，好，很好哈。巴比那古米迪里塞是有几个学生？你班奈就是班奈，班奈班奈有几位学生？然后拉里玛五位，古米迪里塞学生，你班奈，所以说班奈有五位学生。哈，好，很好，谢谢，谢谢苏贤。好，伊拉好，好。老师，我问一下，嗯，法宾娜是只能问人吗？几个人这样子？对 ，Papina 是多少个？几位？几位一样啊？问人也是问人，不能问狗，
问狗啊、猫啊那些不能。哎，也可以，因为我们是讲数字，你有几只狗啊？把比那古啊猪。几只狗是用比那还是把比那？都可以，比那古啊猪，你们说，或是把比那古啊猪，你们说都可以，都可以用把比那。都可以，都可以。那人只能用把比那。一样啊，人也可以说把比那。好，把比那古萨里嘎嘎，把比那古当烧罗罗马家人有几个？把比那，比那不是人不能。人不能用比那吗？比那古娃娃不能吗？哦，比那古，我们讲那个的话才说比那，把比那去，把比那是有几位，有几位，有几个，有几个，嗯，对，所以才说把比那，比那是多多少？像我们像问是比那古多吉，比那多少？也是数字，可是，哎，比那古。比那古娃娃，你们说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这样问。但是比问的话，然后大部分我们都会说巴比那，巴比那古娃娃，巴比那古当烧。所以巴比那就是翻成有几位，几位，然后比那是有几个，有几个，哎，多少？比那多少？那回答是只在不能重复嘛？在，然后再打读上，读上后面要重复。堵路的话到九、啊、到九十不用好好吧我先讲只在的话只在只能说只在不能没有重复那个前面的子音哈堵煞的话一位就是只在、嗯、只在嘿就说只在就只在就是一个而已然后堵煞的话就打堵煞那堵路的话呢就一样打堵了就前面那个子音再加一个母音嗯嗯好十八就是在加沙阿沙十八里马就了啦里马嗯那么的话因为那个阿是母音所以我们直接前面加一个母音阿阿嗯那么阿嗯那么好只有嗯那么好比度就一样把比度就把比度对法路的话把F 加 I 法法法路对，洗袜洒洗袜，还这样子，在几位几位的话，那十呢？十的我们叫摩尔的摩尔的十位，这个就不用，这就不用重复了嘛，不用不用，十以后就不用重复，哎，都不用了，后面就按照我们这后面的数字了，洒发之灾这样子，洒发杜沙，哎，十位。我们数数的时候是说不落那我们说十位的话我们就要说摩德有十位摩德古西多努玛古我有十个同学好三有吗有好马达马多有你加马达实际上是各几位摩德是各十位好要讲这个吗好再来我看一下那个好，清华哈，清华来，清华。好，老师，我前面的是打错的哈，看下面的就好。好好好好，巴比那古娃娃努米苏，哎，杜沙达杜沙古发发黑暗阿娃娃努玛古。好，达杜沙古发发黑暗阿娃娃努玛古。好，两位女孩哈，我有两个女儿，对对，这样就对了。好，谢谢，好。然后好，嘎照，嘎照，只在哦，他把我刚刚讲的哈，只在好一个，两个的话，打赌沙三位，打赌路四位，沙斯巴五位，拉里玛六位，阿尔嫩好七位，巴比杜八位，法法路好九位撒西瓦对了好就这样写哈几位的话他会把前面的子音再加上啊这样子就是几位好谢谢嘎照好结语朱结语好给说多巴比那古娃娃努米苏嗯你有几个小孩达杜鲁古娃娃努玛古我有三个小孩好很好好写谢谢还这样写就对了巴比那古娃娃努米苏，你有几个小孩？好，达都路有三位，我有三个小孩。好，
好，大概大家都会用了哈。好，这个是这样，这是第一句哦。好，第二句我们进到第二句。好，好，第二句哦。萨嘎宾纳阿娃娃吉素，萨嘎宾纳是第几个？你在你的兄弟姐妹当中，你是第几个小孩？然后这个里面你也可以个问句哦。萨嘎宾纳啊，什么东西？好，后面可以萨嘎宾纳啊。萨嘎宾纳啊，萨嘎宾纳啊，譬如你就写说萨嘎宾纳啊，法吉吉嘎造，嘎造是你第几个法吉？好，萨嘎宾纳啊，沙发努米说你的萨嘎宾纳啊，沙发努吉烧妈，烧妈是你第几个妹妹？好，也可以这样写哈。那你可以这样子，然后自己回答，然后再回答说萨嘎都萨啊哇哇嘎咕。好，我再问我这个萨嘎宾纳啊哇哇吉苏，我说萨嘎都萨啊哇哇嘎咕，我是第二个，我排行老二。好，就这样回答。好，把他们好，好，你写看看哈，然后自己问，然后自己回答。好，你看你要写什么样的问题？萨嘎比那什么东西？然后再回答说萨嘎第几个什么后面你问的那个问题？好，打他们试看看，这样有了解吗？我说的。好，问句可以自己更改那个后面的，阿娃娃或是吉数都可以改。萨嘎比那啊，发音来，第几个先生？你说，或者是第几个女朋友？啊，也都可以哈。萨嘎比那，好，好，试看看哦，打他们好，然后再写说好第几个，说后面的问句再写上去。好，我看到嘎造写的了哈。好，好，嘎造，好，你嘎造。老师，我不会写那个名次呢。好，好，你要写第几名了、啊？名次是第几个？第一名这样哦。萨嘎比纳。对啊，第一名怎么讲？萨嘎比纳啊，名次怎么说哈？第几名的意思吗？考试第几名的？对对对。哦，萨嘎比纳啊，方固名次啊，名次方固。好好，好，我念看看。好念。萨嘎比纳啊，方固吉嘎造，萨嘎自在啊，方固吉嘎造。嘎造第几名？嘎造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萨嘎，哎。哎，名字叫啊，等一下想一下哈，名字方固，我们是号码，号码方固，哎，被问倒了，还名字萨嘎比纳啊，我们通常说，哎，你赛跑第几名？萨嘎比纳吉数啊，马夫嘎子啊，你跑步第几名啊？萨嘎比纳吉数啊，萨嘎自在，萨嘎自在，成绩顶数啊。那名次我们可以成绩哦，成绩成绩好成绩好，他说顶数成绩，那我们就写成绩好了哈，成绩顶数萨嘎比纳啊，顶数几嘎造顶数顶数好顶数萨嘎自在，萨嘎自在就第一名了，第一名几嘎造好。嘎造就写顶数好不好？顶数就是成绩的意思，成绩。好，想请问一下顶数要怎么评？好，那个嘎造会写，来，嘎造你先写一下顶数，顶数，顶数。写。萨嘎比纳，好，等一下哈。
T-I-N-G-S-O 顶数顶数 T-I-N-G-S-O 顶数。好，陈基，我写在最下面有哦，好，有看到，谢谢嘎照。好，很好，好，好，谢谢嘎照。好，再看一下下一个。好，李昂，你还在订正上面的是吗？萨嘎比纳阿娃娃基苏，萨嘎自在阿娃娃卡库，我是第一个小孩哦。好，那个李昂来自己念看看，我帮你念了。萨嘎比纳阿娃娃基苏，萨嘎自在阿娃娃卡库。好，好，中文是。你是第几个小孩？我是第一个小孩。哦，你是好第一个哈，长女哈。好，很好写的。好，萨嘎自在，我们通常说第一个嘛，然后最大的，我们会说萨嘎嘎爱，萨嘎嘎嘎是哥哥姐姐，前面加一个萨，萨嘎嘎爱就是最大的。萨嘎嘎爱阿娃娃嘎姑，我们就知道哦，你是老大，老大，所以可以用两种方式，哎，两种方法哈。萨嘎自在嘎姑，好。好说，通常我们会说萨嘎嘎爱嘎姑比较多，比较常说。我们不会说我是第一个小孩，好，我们会说我是最，我是兄弟姐妹里面最大的，那我们就会说萨嘎嘎爱阿娃娃嘎姑。好，如果是有兄弟姐妹，有男生有女生，你会说我萨嘎嘎爱阿发发黑安嘎姑，我是女生的当中最大的。好，可以这样讲。好啦，多等一多，可以清楚吗？清楚。好，可以哈。萨嘎嘎爱阿娃娃，如果你只有你们，两个的话，你是最大，就知道你是男女。如果很多兄弟，有时候姐妹很多嘛，然后说，哎，你是第几个，才会说萨嘎杜萨。那如果我是老大，我会说萨嘎嘎爱嘎哥。哦，啊，你们家的那四姐妹当中，你是大姐啊，我会这样想。好，好。谢谢李安，好，再来，老师，好 ，Sandy， 你说多，嗨，萨嘎比纳阿娃娃吉苏，萨嘎嘎爱阿娃娃嘎古，哦，你看他刚好写到我们刚刚前面的问题，谢谢你，谢谢 Sandy， 好嘞，谢谢，他是老大，最大的，好，你都好，很马绕的努米达在这边看到他写，我是。最大的萨嘎嘎爱，好，也可以说有人最小的吗？也可以写哦。等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人写，我是最小的，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最小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等一下再说最小的，看会有没有人写。好，清华，啊对，嗨，星星，萨嘎比纳阿娃娃基，哎，对不起，我看到哪里啊？对，萨嘎比纳阿娃娃基松，萨嘎嘎爱阿娃娃嘎古。哦，哎，你也是老大、哦。嗨、很好，好，萨嘎嘎爱阿娃娃嘎古，我是最大的哈、哦，所以就没有分，大男生或者女生，你反正你们兄弟姐妹当中你是最大的，好，好，东新雅，好，换你喽，吉斯多，新雅，萨嘎比纳阿巴迪利。基数，你是第几个报名的人？萨嘎摩特阿比阿巴迪利嘎古，我是第十个报名的人。好，很好。哎呀，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九岁的那个小朋友哈，新雅，哇，很棒哦，你念得很好。你这里写的萨嘎比纳阿巴迪利，巴迪利，你是说报名的话？我们不是叫巴迪利，好，巴安安，安安名字哦，巴安安基数，报名好，巴安安，好，萨嘎比纳啊，巴安安基数，你是第几个报名？好，巴迪利，好，你改为巴安安，好，再来萨嘎莫尔德。萨嘎莫尔德啊，巴安安嘎古，好，这样子改哈，新雅，好，
把那个巴迪利巴迪利好接帮安安好报名，我是第十个报名，好很好，好再改一下哦，新芽很棒的小孩呢，你看好 很会写会念哦，好再麻烦你再改一下哈，新芽哈，好再来几好顶数好成绩写在这里哈，他照有写，好要看的话可以往下看，好连美好其实都好连美其实都好念看看，萨嘎比那阿娃娃其实哎萨嘎里玛阿娃娃努玛古，这个不能用努吗？等一下，你是你是你要你先问一下你的题目是你是第几个小孩？嗨，嗯，好，是那个人回答说吗？萨嘎里玛阿娃娃努玛古，嘿，这样可以吗？不是，因为你问的是你是第几个，你是在问那个孩子吗？还是别人问？别人在问我，别人在问我，我第几个小孩？问你呀，问你自己啊？对对。好，萨嘎里玛阿娃娃嘎古，不要努了，哦，那个努就不要了，哎，努玛古就变成我的、哦、谢谢我的小孩，哦、okay, okay. 好，对。那老师那个努不要玛古，还是用阿古？阿古也可以啊。好，萨嘎里玛，萨嘎里玛阿娃娃嘎古，要改为嘎古。哦、OK， 好，谢谢，谢谢老师。我是第五个这样子。好，哎，好，谢谢老师。好，不客气。萨嘎里玛阿娃娃嘎古，我是第五个小孩。韩能，好，好，谢谢连美。好，好，下面一个来，是法利奥斯，法利奥斯。嗨，你好，先生。嗨，你好。啊，萨嘎比纳阿娃娃是尼加，尼加是第几个小孩？萨萨法埃阿娃娃是热，他是最小的小孩。嗯，好，谢谢。我们刚刚就在讲说。最小的哈，最小的，他这里有写哦，法利奥斯有写哈，他在问说，萨嘎比纳阿娃娃吉尼嘎，尼嘎是第几个小孩？好，他说萨萨法爱，萨萨法爱是最小的。我们说萨法是弟弟妹妹哈，前面加一个萨，萨萨法爱，锦拉阿娃娃锦拉，好，他用锦拉、哦，他是最小的。哎，很会书写呢，好，很棒哦，好、哦，很好。好，谢谢法利奥斯。好，那这里你要看到他说，你看就是他嘛，哈、哦，他是最小的小孩。好，很好，写得很好。好，再来。好，谢谢嘎照，把他把写在好，萨嘎嘎爱最大的，萨萨法爱最小的。好，很好，谢谢嘎照。好，再来。好，马少，好，请马少多。好，吉苏多。萨嘎比纳阿法法嘿宁拉，这是他第几个太太？萨嘎比多多古法法嘿宁拉，这已经是他第七个太太了。哇，第七个呢？好，这是我们书写了哈，练习书写的哈。好，马哈奈哟，好，萨嘎比纳阿法法嘿，萨嘎比纳阿法法嘿宁拉，好，他说他宁拉是他的第几个，他的第几个太太法法嘿，好，萨嘎比纳阿法法第几个太太，好，宁拉是他，好，他这是他的第几个太太，好，第几个太太，他宁拉，好，他说萨嘎比多第七个。萨嘎比多，萨嘎比多，萨嘎比多杜古，好，那个萨嘎比多杜跟古这中间要空格哈。萨嘎比多杜，好，再来古发发嘿，宁拉，应该是讲一下萨嘎比多杜古发发嘿，宁拉啊，对啊哈，萨嘎比多第七个了。好，那叫杜固这个地方给它空格。好，萨嘎比杜杜，好，已经第七个了，这样。法法嘿太太，好，宁拉他。好，谢谢马少。老师，嗨，
老师，他的那个问句的那个啊，是不是也要改成姑？好，姑啊，啊，我想看一下，好，念一下哈。萨嘎比纳，萨嘎比纳多啊发发黑，萨嘎比纳多姑姑，萨嘎比纳姑发发黑哦，不是，是是这样子。嗯，他的第几个？第几个？萨嘎比纳度应该是度，萨嘎比纳度啊，发发黑宁拉。第几个？萨嘎比纳度。苏简是不是度？我记得是度。萨嘎比纳。会不能用姑吗？萨嘎比纳古发发黑宁拉，可以用姑吗？萨嘎比纳古。如果是你这个太太是第几个？萨嘎比纳古法法黑，他说你的太太是排行第几啊？萨嘎比纳古法法黑，宁拉。哦，所以是问他的太太排行第几？对，他这个是他是说他的这个太太是第几个太太，第几任太太的意思了。按照他这个说法是第几任太太。那他的回答是不是也要用啊？萨嘎比多多，萨嘎比多多，啊，发发黑宁拉。那个多跟过分开呢？萨嘎比多多过发发黑宁拉。啊，我只想说这个过跟多这边中间分开。要分开，萨嘎比多多。第七个，啊，也是用第七个。所以他那这边是用过吗？你说前面问句啊？多应该是多回答。哦、回答那个故事要古法法黑呀、啊，太太呀、啊，他的太太。法黑阿拉，萨嘎比他的太太多古，萨嘎比多多啊，法法黑啊，法法黑啊，不要姑了，不要姑了、哦，好啊，法法黑好、嗯，那问句这边是萨嘎比那多啊，第几个了？第几个的？第几个了？好，第几个太太了？第几个了？哎，法流先问他，他的原来的意思是第几个太太了，是吗？这是他的第几个太太？第几个太太了？已经前面好几个了，这个是第七个了。第七个太太是法流先的意思是原来是这样吗？马少啊，马少啊，姐讲错了。嗨嗨嗨，马奈浩任太太嗨，第几任太太？那就萨嘎比多，萨嘎比纳多。好，那就变成就是说萨嘎比纳多第几个了啊？发发黑宁拉，他的是第几个太太哈？好，好，然后那问的那个地方哦，萨嘎比纳多啊，发发黑宁拉，好好，那回答的话是萨嘎比多多啊，那个故就不要变成啊发发黑一样哦。萨嘎比多多啊，发发黑宁拉，他的第七个太太，第七任的太太。好，好嘞，谢谢。好，马达妈，喊的好，谢喊的啥？哎，更正一下，谢谢你，谢谢马骚，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哈，学校伊拉古你在哇哦？还喊到等伊拉古？哈喽，伊拉古这是。也要这是以这你然后也说、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讲说萨格比纳法法尼拉古尼啊，对对对，这是他第几个太太，可以这样讲吗？忙来马德麦可以，因为他的中文里面有这是，对不对？古尼萨格比纳啊，萨格比纳多阿法法黑尼拉古尼，好，那就后面是不是古尼哈？好，忙来多。爱多应该是因为他的中文里面写，我刚刚没有注意看。对对对，好啊，那对了，这样子就对了，这样就对了哈。好，萨嘎比纳阿法法黑宁拉古尼就不用度了，就不用这边比纳度这个就不要了。啊，伊拉古度蒙爱多好，蒙爱多啊，萨嘎比纳多啊，阿法法黑宁拉古尼也可以。好，好，好来信息。好，好，那好，谢谢你看到了，所以我们这样很多人看哈、哦，可以发现哈、哦，写的越来越好。好，谢谢那个斯拉。好，马骚好，那就因为你这中文这里有写这事，所以后面要加一个古尼。还，马本来都。
好麻烦啦，古迪尔你说好，好谢谢。阿呆阿呆，伊拉古米眼睛很厉害，好谢谢你们。好，再来，好，卡照这边写帮安安，好报名，谢谢。好，好换苏贤，好几十多苏贤，阿奶。萨格宾娜阿娃娃给苏，嗯，你是第几个小孩？萨格格爱阿娃娃杜发发言格古，我是长女。嗯，对，很好，这样写对了哈、哦，我是最。我们刚说最大的就是长女嘛，就是你是兄弟姐妹当中女孩子最第一个长女，萨嘎嘎爱阿娃娃都发发黑暗嘎咕，我是女生当中 你姐妹里面的最大的长女。好，对，这样写对了，谢谢苏贤，谢谢。好，李昂看到了哈，好，李安。嗯，好的。萨卡比纳阿娃娃吉苏，萨卡卡埃，你是第几个小孩？萨卡卡埃读，我这边应该是写读吧？啊，萨卡卡埃，萨卡卡埃读法法伊安阿娃娃嘎古，我是长女。好，萨卡卡埃读法伊安安阿娃娃嘎古，好，我是长子。啊，不是用，不是用读，我先我看一下。好，萨卡卡埃。啊，应该是啊，萨嘎嘎埃啊，发发黑烟啊，娃娃嘎咕，是啊，不是好，好，不是，不是度哈，萨嘎嘎埃啊，发发黑暗，女生当中我是最大的长女，好，就跟那个前面那个书写的萨嘎嘎埃啊娃娃，因为他是他把娃你的那个娃娃跟那个。是颠倒，如果你是萨嘎嘎埃啊发发黑暗，我是最大的女生当中最大的，就前面就要用啊啊发发黑暗，啊前面那个书写是萨嘎嘎埃啊娃娃度发发黑暗，好，你孩子里面孩子当中的女生我是最大的，所以有时候那个发发黑暗在前面跟在后面说法又不一样。哦，好，那怎样会比较正式？就是。你习惯说就好，你这样写也是可以，都可以。萨嘎嘎埃阿发发黑暗阿瓦瓦嘎咕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都对。好，那书写的是那个萨嘎嘎埃阿瓦瓦嘟发发发黑暗嘎咕，对，他是这样写。好，这两个写法都可以，都可以一样是在说我是长女，是最大的。哦，好，好嘞，请起。嗯。我是女孩，长女嘛。大家度，嗯，度发发黑暗，发发黑暗是女生当中最大的，度发发黑暗。好，好，朱乙，下面是朱杰乙，好，给说多，杰乙。萨嘎比纳阿娃娃给说，你是第几个小孩？萨嘎斯巴阿娃娃嘎古，我是第四个小孩。哦，好，很好，好，这样写是对的哈，好，很好哦，这样念好，再来，然后我看，好，连美，萨嘎里玛阿娃娃，嘎咕哈，啊，你那个玛咕改为嘎咕哈，好，对，萨嘎里玛阿娃娃嘎咕，好，玛咕改为嘎咕，好，再来，Naomi。好，那我们你念看看，阿弟，你写的来。他刚刚说他麦克风坏掉了。哦，是哦，好，那好，那我帮他念好了哈。萨嘎比纳啊，巴金萨，萨嘎比纳啊，巴金萨，杜迪仁努米苏，你是第几位检查？哦，你应该是说。你检查的号码是吗？萨嘎比纳阿米金萨，杜迪仁努米苏，萨嘎萨伊古萨伊古阿巴金萨努玛古。哦，好，他这里是萨嘎比纳阿米金萨，杜迪仁吉苏努米苏，萨嘎比纳阿米金萨，杜迪仁努米苏。你的身体，你努米苏可以讲吗？
你是第几个检查？然后他的回答说 ：“Saigur, Saigur， 应该是 Sa 最后一位啊。”Pakisa， 那我们说最后 Saigur Rai， 还有后面加一个 ay，Saigur Rai Gago，Saigur Rai， 最后一个好 ，Saigur Rai，Saig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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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 应该是 Ray 哈 ，Saigur Rai。萨伊古莱啊，巴金萨，这边叫不能努马古，要说嘎古。好，嘎古，因为他问你是第几位，然后他回答说我是最后一个检查。好，所以那你这里就要写说萨伊古莱啊，巴金萨嘎古，不能努马古哦。好，老米哈，这边嘎古，努马古要写成。所以你这边问句里面就有点怪，好，等一下哈。Sakapina a pakinsa tu tirang 应该是基数，好，不能努米数，基数，好，你检查身体几号？那个豆，够高一豆。Sakapina a pakinsa tu tirang。Sakapina a Sakapina a pakinsa tu tirang。古迪任要写杜迪任，诶，如果是杜迪任的话，努米数就可以呢。萨卡比纳阿巴金萨杜迪任努米数，努米数，你的，不是啊，萨卡那不对，不是这样，萨卡比纳阿巴金萨杜迪任基数就是简单扼要的，你是检查是第几个？好，萨卡比纳阿米金萨。杜迪任，这边古迪任叫杜迪任，基数，基数，基数，好，你是检查身体的第几位？对、啊。好，再来，他回答，萨伊古莱是最后一个，萨伊古莱啊，巴金萨嘎古，后面嘎古改为嘎古，好，好，那么有听到哈，虽然你没办法说哈，萨巴。好，马少在订正哈。萨卡比纳多啊，发发黑宁拉古尼。萨卡比纳有没有订正？萨卡比纳多啊，发发黑宁拉古尼。好，萨卡比多多啊，发发黑宁拉古尼。好，可以，这样可以。好，订正的哈，打写订正。马少，谢谢你，谢谢订正，好了哈。好，那米麦克风坏掉。好，智慧来。好，等一下那个智慧念完，我们就休息哈。好，来，智慧先，给说多了。萨卡比纳啊，比纳纳努米达阿尼尼以语言潮。今天是我们在语言潮学习第几次？嗯，好。萨卡沙包读噜读阿尼尼第十三次了。阿尼尼，好。萨卡沙包读噜。沙嘎沙包，沙包那个沙包少一个 A 耶。哎，沙包对，少一个 A， 还哎，沙嘎。好好，很好，谢谢，俺再改。沙嘎沙包读路，好，谢谢沙包读路，读阿妮妮，今天第十三次，好，好，那个老米已经订正了，我看到了哈，先看完这个哈。沙嘎比纳啊，帕金沙杜迪任一书。好，一书也可以哈。萨伊古，萨伊古莱，好，我们要加一个 ay 哈。萨伊古莱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萨伊古莱。好，那个，好，那个谁有写？噶赵在前面有写萨伊古莱啊，巴金萨噶古。对，好，萨伊古莱啊，巴金萨阿古。好，噶古，噶古要噶古，噶古比较好。阿古阿古就变成是我的，好，噶我是最后一个。萨伊古莱啊，巴金萨噶古，好，这样是完整的哈。你最后，你是最后一位，你加上延长音就不一样。哦，对，老师在提醒说，我是最后一个。萨伊古莱，这样子。加一个加强语气，可以拉长。萨伊古古古那边可以拉长哈，也强调一下那个是最后一个检查的，这样我们。阿妹组就会拉长哈，塞古莱多加古啊，巴金萨也可以，塞古莱啊，巴金萨加古，好，好的，
那我现在先上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十分钟哈。好，等一下我们，现在是两分，好，那我们八分的十二分的时候，十分好了，我们再进来，先喝水哦。好，休息一下，谢谢大家。第几次？好，结束。好，你明路该或是达鲁玛回家。好，那你可以改看你要写什么。给那边那都你第几次了？好，给说啊怎么样？后面哈可以改你要说的，好，给数都可以改。萨卡宾那都你赢了啊？比他登或是做什么？好，自己问，然后自己回答。萨卡都萨都好，这个的话我会说萨卡莫德都啊。努玛古萨卡姆德多阿古啊达罗玛啊回家，我第十次回家。萨卡姆德多阿古基数给变阿古了哈。努啊米努盖好，萨卡姆德多阿古啊米努盖好，要这样子回答。好，我们试着写看看哦。萨卡比纳第几次？萨卡比纳第几次哈？好，什么你啊？这个称谓可以改，好，后面的那个米努盖改为你要说的。好，达那么那么大好，好，弟兄姐妹，好，好，我们开始来写哦。好，开始来写第三句。好，萨吉纳比纳，我写讲错了，我刚口误了。吉纳比纳，好，第几次？吉纳比纳多吉苏啊。米努盖好，如果回答说，Gina mo tep to Gina mo tep Gina tu sa to numaku kisu kan numaku Gina tu sa to numaku米努盖，好，这是 Gina tu sa to numaku达罗玛，好，回答，好，你试看看，大家们试看看你要写的句子，好 ，Gina bina。好，这次考试好几次啊，给那比那多，给说啊 ，Miss King 考试第几次了？给那比那多一说啊 ，Miss 拉玛去玩啦、啊，或是好后面好看是事件，自己想一下。考试叫 Miss King。啊，考试 Miss King， Miss King。比赛叫马拉鲁伊，比赛马拉鲁伊。Kina pina to kisu a， 好，做什么？来这里。Kina pina to kina pina to kisu a malahok。好，有人写了，改造写了哈。来 ，Kina pina to kisu a Miss King， 你考试。几次了？好，吉纳杜萨杜加古啊，米斯金，我考两次了。好，好，类似像这样，嘿，这样写对了哈、哦。第二次考上了。今天听到很多人都说考了好几次都没有上啊，真的是，我们要加油了哈、哦。嘿，好。Kina pina to kisu a 做什么？好，东新雅，新雅写好了。好，新雅来，你念看看来。Kina pina to kisu a mi ha la ma， 你去玩几次了 ？Kina li ma。多加古啊，你好啦吗？我去玩五次了。哇，很好，好厉害呢！哇，好啦吗？好啦吗？玩耍哈、哦，你好啦吗？好，你沙啦吗？好，都可以哈、哦。他是你好啦吗？就是玩哈。吉纳比纳几次？你几次去玩？好，吉纳比纳都吉说啊，你好啦吗？好，他说吉纳里吗？吉纳里玛多加古，
啊，你哈拉玛，我去玩五次了。好，很好，谢谢新雅。哎，阿赖，你好棒哦。好，你看小朋友九岁的写好了。好，吉玛多。好，吉纳比纳多，吉苏啊，米哈拉玛。好，刚刚写是 Miss King 哈。Kina pina tu kisu a misking. 好，再来。然后还在想哈。Kina pina tu kisu a 去哪里都可以哈。Mifuting 也可以啊。Kina pina tu kisu a mifuting a mi kasui 或者是 mi。还有米什么、啊、很多米什么东西哈、哦？好，好，还有没有人写？哎，写看看哦，大人们练习写看看，然后自问自答，自问自答，好。好，然后好啊，李昂有。嗯，好，其实啊，但他们少些。吉纳比纳都吉苏啊，达罗马哎，米诺盖嗯，吉纳杜萨都加古啊，达罗马啊，达罗马好，我回去两次，对不对？对，好，谢谢。对，这样写是对了。吉纳比纳都吉苏啊，米诺盖达罗马。好，跟我题目一样哈。他说 ，kina dusa 两次 ，dusa 两次 ，dugaku 我 minugai 还有 daloma。好，谢谢李安。好 ，Sandy， 好 ，kisuto， 好。哎 ，kina pina do kisu a daira i lu do。嗯。kina dulu dugaku a daira i lu do。嗯。你去爬山几次了？嗯，我去爬山三次了。嗯，很好，哎，写得很好，这样写对啊。Kina pina tu kisu a dala a dala dala， 写错了，对不对 ？Daira daira， 你试试 daira 哈 ，daira 好，少一个 y 哈，好，再改一下，嗨，很好，你有发现哈 ？Daira ilu dok 好。Kina dulu tukaku a daira ilutuk， 我去爬山三次啊 ，ilutuk 去山上了哈。好，再来下一个，来去 masau， 好 masau， kalufu kisuto， 哎，嗯 ，kina pina tu kisu amarasangkuni， 哎，这真是 ，kina tsai so ot kaku a marasangkuni。啊，发意思啊，啊发意，好。他说 ，kina pina tu kisu 第几次啊？马拉松，好，这一次你第几次马拉松？马拉松就是喝酒醉哈。马拉松，好，他回答说 ，kina zi zai shuo ot， 哦，一百哈 ，zi zai shuo ot shuo ot 次百哈，一百次了哈。加固啊，马拉松古尼，这次是我第一百次酒醉了哇，我大傻，好、哦，很好，写得很好，这样是写对了哈。我们是练习书写了，不一定是一百次马拉松哈，练习写好，很好。好，那个王处长写了，他 daira ilu dok 等于是 dara ilu dok。对，没错，好，所以可以写说达拉鲁多，好，这是戴拉伊鲁多等于达拉鲁多，好，如果你书写的话，这样是一样的意思哈，可以这样，达拉鲁多比较好，好，戴拉伊鲁多去山上，达拉也是一样，达拉也是去的意思，鲁多是你的目的哈，去山上哈，达拉鲁多，好，戴拉伊鲁多。好，如果是那个 Sandy 写的，如果说达拉的话，
Kinapina tukisu a talalutok. 好，那我就回答说 Kinatulu tukaku a talalutok. 好，这样子。好，代拉跟达拉的写法。好，伊拉好好。谢谢王处长给我们多一个建议。好，伊拉好。啊，吉纳比纳都吉苏啊，你做什么？好，然后好，有没有愿意学？是太难了吗？还是好，有没有很难呐、啊？好，没关系哈，等他们试看看，写看看哈。如果啊，有你不会的那个单字，不知道怎么写，你可以说，然后我们马上会有人会写的，会马上写在那个讯息栏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照着写哈。好，然后啊，如吉纳比纳，吉纳比纳，好，第几次？吉纳比纳，吉纳比纳，第几次？好，还有没有人？好，法利奥斯，好，法利奥斯写喽。好，来，来，嗯。Kina pina to kisu aminokai to miaro amikapot to piri sinai. Kina motap to kako amikapot to na lemak. 好，中文。你回去部落参加丰年祭几次了？我参加这个活动十次了。很好，很好呢。好，来 ，kina pina to kisu 你。其次，好，米努盖回家，部落尼亚罗杜尼亚，吉纳比纳杜吉苏啊，米努盖啊，杜尼亚罗应该是最好是以尼亚罗，好，吉纳比纳杜吉苏啊，米努盖以尼亚罗，好，在部落哈，杜改为以比较好啊，米卡波杜比伊利辛比伊利辛难，好，参加米卡波兹。参与好丰年祭，好，然后他说，吉纳莫德杜嘎古，我十次哈啊，米加波杜纳勒麦这件事，这个活动我参加十次了。好，只有这个伊尼亚罗杜尼亚罗，这边应该麻烦你改写伊在，好在伊。好，谢谢你写得很好呢，又很会说呢，哇！好，这个是也比较那个比较长的哦。你常常回家部落回去部落参加丰年祭，就可以这样问哈。Kina pina tu kisu sa， 好，你参加几次了 ？Kina pina tu kisu， 啊 ，Mika po tu ilisin， 还可以这样说。好，他说，啊，好 ，Kina 问一下那个 Mika po tu na。的 mark 是什么用法吧？好，米加布是参加，好参加，好 ，the mark 是活动啊，哦是好这是什么事情？你叫 the mark， 杜尼尼啊 the mark 这件事 ，the mark 一个是活动，所以他说米加布杜纳 the mark 参与这个活动，杜纳是这件事，杜纳是这件事，这个活动。都那什么，所以米加布是参加，都那什么是这个活动什么，好，或者是我们在这里是讲活动的，什么也可以说事件事情，我们安古什么有什么事，好，你可以说什么，好，但是在这一句在看什么句子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活动。米加布杜纳什么去参加这个活动？好好，金老师，谢谢谢谢法利奥斯，好，提供很好的句子哦。好，脑密好，因为他的那个麦克风好，好，那我念哦。吉纳比纳杜吉苏啊，米尼爱阿尼尼，好，你今天洗几次澡了？啊，米尼爱。米尼爱洗澡，吉纳比纳杜吉苏啊，米尼爱阿尼尼，你今天洗几次了？
洗几次澡。好，他说发热带，发热带度，发热带度，蒂娜度萨度嘎咕啊，明因为天气太热了，我洗了两次澡。发热，发热带度很热是吧？发热带古鲁米阿，可以这样说，天如果加一个人米阿的话更好哈。天气太热，好，发热带古鲁米阿。啊，发热带度这样子很热啊，发热带度很热啊。再来呢，吉纳杜萨杜嘎哥啊，明因为我已经洗两次了，洗了两次啊。那因为你前面写天气太热了哈、啊，那我们可以加发热带古鲁米阿啊，发热带古鲁米阿，天气太热了啊，所以啊，萨嘎变成这样子。今天都是都搞过啊，明因为我洗了两次澡。好，发热发热带度，发热带度还是发热带度，发热带度，发热带古鲁米阿比较好哈，加一个发热带古鲁米阿。好，今天都是都搞过啊，明因为我洗了两次澡。好，好，那个脑咪可以这样写哈。只要这发射带过罗米啊，加一个天气太热了。好，谢谢。好，哎呦，还有智慧说花莲大地震，现在哦，啊，哦，我们这边在桃园好像没什么感觉呢。哎呦，那你们花莲的还好吗？地震叫罗嫩，那花莲大地震，好，好，我们顺便写哈。好，马伦嫩，可是还请谁说？还请说。好，那个梁哦，你说什么？我没有说话，你没说话哦。看到好，刚有声音。好，花莲大地震，地震我们叫做马伦嫩，可是东海岸很像，怎么说哈？忘记了，地震。马鲁嫩，马鲁嫩，我们说地震。鲁嫩，鲁嫩，好，他说现在花莲大地震。哎，海岸线怎么说哈？忘记了。海岸，海岸的，那个那海岸呢？那爱马韩国地震。下面老师下面有写阿杜莱，阿杜莱。哦，好好好好，好看一下。恒春好像也是讲阿杜莱。啊、哦，是哈。哦，鲁嫩呢？哦，已经的，哦，有了，好，谢谢，好，好，我们现场还是从那边开始，啊，刚刚晃，哎呦，他说在晃，哎，哎呀，啊，保，好，那外公妈呢，那么保守，神保守你们，好，再来接 almost hello， 嗨，嗨，今仔边仔都进个阿呆啦，一问，今仔。都啥都进啦啊！带来一梦，一梦好，一梦哈，一梦警察局哈。好，今那边啦都进啦啊！带来去哈，带来一梦，带来一梦，去他一梦哈。这是哪里的恒春的吗？还是我查字典的？警察局不会说。好，警察局。哦，一梦好，可能是那个，哎，不是我们那边的。好，一梦也可以哈。大啦一梦，警察局，大啦一梦。好，梦，一梦，一梦，梦。老师还有其他的说法吗？警察局，哦、警察，我们像我们那边都接逮令呢，就逮令、哦，直接变逮令、嗯。好，他说吉那比那都进入啊，大啦一梦。好。今天都是都进入啊，到了一梦，好，他去了两次警察局，好，很好，这样子写啊，好，谢谢，嗯，谢谢 almost， 好，好，谢谢你，好，再来一句 ，Valios， 好，他更正了，啊，他刚写到，今天呢，都结束啊，明路该以米亚罗，哎，啊，米卡波都比伊利西南，哎，对，这样子对了哈，谢谢 ，Valios。好，再来。好，他写说不知道是不是地震啊？
后来听不到了哈，那我们就好，那就没事就好了哈。好，再来几个，好，嘎照，好，好，嘎照，来换你了。乌吉那比那都阿杜来努嘎林姑姑尼，好，这次花莲第几次地震？乌吉那只在苏奥都阿杜来努嘎林姑姑尼。这是花莲第100次地震，哦、哇！阿杜赖，好，这里有是阿杜赖，他说阿杜赖哈，今那边那五，我刚刚学的。哦，今那边那多，今那边那多，啊，应该什么？啊，嘛阿杜赖，边那今那边那多阿杜赖努卡林哥，这样很不顺呢。古尼，今那边那多，啊，马伦嫩。应该加一个啊哈，吉那比那多啊，阿多来努嘎林哥古尼啊，这是花莲的第几次地震？好，吉那之灾索奥多，吉那之灾索奥多啊，阿多来啊啊，应该加一个吉那之灾多阿索奥啊。马罗嫩，我们叫叫马罗嫩啊，阿多来努卡林哥古尼。哎，卡照是不是要加一个啊哈？吉纳比纳多啊，地震马阿多来。我等一下，你谢谢老师。好，谢谢。嗯，好，苏贤，好，吉苏多。吉那比那都激发起阿米福丁以独路阿弗拉，数数三月份抓鱼几次了。吉那里马都进了阿米福丁以独路阿弗拉，他三月份五次了。好，谢谢哈。好，吉那比那都激发起哈，发起几次阿米福丁抓鱼以独路爱阿弗拉，在三月份。好，叔叔在三月份抓几次鱼？好，这个可以哈。吉那比那都吉巴吉啊，米夫丁以杜鲁埃阿弗拉。好，他说吉那里马都金拉，他五次哈啊，米夫丁以杜鲁以杜鲁埃以杜鲁埃以杜鲁，哎，这是不是加一个 i y 杜鲁埃阿弗拉？在三月份。吉那里马都金拉阿米夫丁以杜鲁埃阿弗拉加 A Y 好，我修正一下。好，我看一下前面啊，吉那比那都吉巴吉阿米夫丁以杜鲁埃，杜鲁埃都要加 I， 杜鲁埃三月份，杜鲁埃阿弗拉。好，谢谢苏贤。好，再来是那个脑咪。好，我帮他念哈，发射呆。杜鲁米阿应该是发射带古古比较好啊，不是杜发射带古鲁米阿，天气很热。萨嘎吉纳杜萨杜嘎古啊，明因为，所以我洗了两次澡。好，发射带古鲁米阿，好，那米是古古鲁米阿，天气很热，古不是杜，好。好，谢谢你，再改一下度就好，其他都可以，后面都对了哈。好，阿杜赖法律要写了哈，阿杜赖地震，好，这样写，阿杜赖，阿杜赖，好，恒春也是这样，阿杜赖。好，他说现在没有声音怎么办呢？电脑没有声音，好，谢谢改造修正哈，给那比那多啊。阿杜赖努卡林哥古尼，乌吉那兹在索奥杜啊，阿杜赖努卡林哥古尼。好，这是花莲第一百次，第一百次。好，好，三杜鲁埃弗拉。好，老米好写了，改了号古罗法特代古罗米二。好，写好了哈。好，那我们这一题就到这里哦。接着第四句哈，再练习看看哈。好，这边是加一个啊啊，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啊。比那埃阿弗拉，好，大概几页？吉苏尼
啊，马苏佛，我们这边是写马苏佛草，马猴佛也可以哈，有的地方写马猴佛。好，我们就因为我们这边是马苏佛，好，按照你的地区你就写，好，那不一定是马苏佛哦，好，你可以改一下你要写的啊，比那埃弗拉大概几页，好，做什么啊？啊，你们按的呢？马苏佛真更。你按照你的想法来改一下这里的那个事件哈，马苏佛啊，比那埃啊弗拉吉苏啊马苏佛，你大概几月要生？那如果是回答说啊是里马埃弗拉啊里马埃啊弗拉嘎哥啊马苏佛，我大概五月要生哈啊比。啊，你们爱啊，弗拉嘎哥啊，马苏佛，大概五页要生。好，好，大家写看看你的句子、问句跟答句哈。好，练习写看看哈。大家一起脑力激荡一下，好，你的想法，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哈。啊，比那爱。啊，是未来式，对对对对，是未来式，谢谢谢谢你哈。啊，是未来式，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哈。啊，比那埃阿弗拉是哪？大概什么时候？哪一页？啊，比那埃啊，罗米阿也可以哈。那我这边是写弗拉，基数好啊，做什么？阿比那埃弗拉，阿比那埃吉弗拉吉苏啊，达拉台北啊，去台北啊，也都可以。阿比那埃阿弗拉吉苏啊，你萨拉玛还是可以都可以哈。好。大家在想的时候，在写的时候，哈，好，再想看看哈，看能够写的句子，然后我们一起来练习说，然后写看看你的问句跟答句，一起练习。比那埃阿弗拉提说啊，因爱啊，弗拉迪说啊，带拉伊不送去台东，你大概几月要去台东啊？哈啊，因爱啊，弗拉迪说啊，你们该回家，你大概几月回家也都可以哈、啊，然后再写上你的答句。那个是要再问。如果过去式的话呢，啊、那就是比那埃就好了。哦，对，如果已经发生的，会怎么表示？好，哦，对，以比那埃，好，那就不用啊了哈。如果是过去的话，已经过去，以比那埃给说，哎，比那埃啊弗拉，比那埃以比那埃弗拉给说啊，过去啊、哦，过去式。已经发生的事情是用一比那埃是啊以比那埃在什么时候以比那埃在什么以在什么地方那已经是知道事情然后以二页或者以四页好以就变成就以对了好是让你说的是对了好以比那埃以比那埃对好，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知道是，所以说以在什么地方，在以比那埃。好，谢谢史拉在问哈。好，再来这个是，好，我莫斯，好，他写好了。好，我莫斯来，你先。好，阿比那埃阿弗拉古萨法伊苏阿马胡夫，阿呆阿弗拉。古沙发阿古阿马胡夫。好，中文是
你妹妹大概几月要生？我妹妹大概四月要生。嗯，好，很好，写得很好，对，就是这样子哈。他说阿宾拉埃阿弗拉啊，大概几月？啊，古沙发是妹妹，你的妹妹沙古沙发一数啊，马侯佛生哈，马侯佛就是要生。好，他说啊，斯巴呆在大概四月。斯巴代阿弗拉四月份，菩萨法阿顾，我的妹妹要生，好，就这样子写的完整哈，很好，好，谢谢，好，我摩斯，好，斯拉，好，他说，阿姨麻烦啦，阿杜嘎哥阿赖请示啊，谢谢你，谢谢你的问题哈，谢谢你，好，几。你按写说，伊比那爱阿弗拉吉苏啊马苏福兹，伊比那爱阿弗拉吉苏啊马苏福兹过去。我可以确认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写吗？哎，过去是哈，过去伊比那爱伊那爱弗拉吉苏啊马苏，对呀、啊，哦，就是这样写，哦，因为你已经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生哈，好，嗯，好，好。好，伊拉好，好，还有人写来，伊宾纳埃，好，卡照来，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呢，我念念看，阿宾纳埃阿米和扎安吉卡照阿达拉鲁杜，卡照大概哪一年要去山上？伊古努米和扎安吉卡照阿达拉鲁杜，卡照大概明年要去山上。好，阿比那爱阿米兹安，好，谢谢哈。阿比那爱阿米兹安，大概哪一年还不知道了哈。吉嘎照啊，达拉鲁多，啊，吉嘎照不知道哪一年要去山上哈。伊古努米兹安，就是过年后的意思，对不对哈？这一年以后就是明年哈。伊古努努尼啊米兹安，是不是比较这一年过了以后就还是明年是？伊古什努尼啊，伊古什努米兹安，伊古什努米兹安，吉嘎昭，伊古什努米兹安，吉嘎昭啊，达拉鲁多。哎，你后面那个是问句哦，后面那个，嘎昭大概明年要啊、哦，错了，写错了，肯定句，那是肯定句哈。不知道你那个。好好好，伊古什努尼。伊古什努米兹安，吉嘎昭啊达拉鲁多，就是年后就是明年了、哦。好、哦，嘎昭去山上，可以啊，这样写可以，对呀、啊。啊，比那埃啊米兹安吉嘎昭啊达拉鲁多，嘎到什么时候？大概哪一年去？伊古什努米兹安，这就是年，伊古就是年后了嘛，那就是明年。好、哦，吉嘎昭啊达拉鲁多，嘎昭去山上。好，可以，改造，谢谢。好。如果讲明白的话，就是今年的，今年就是一个努尼尼阿米扎安。嗯，对了。好啊，已经改了哈，一个是努尼啊，修正啊，对对，这样写比较好了。一个是努尼努尼阿米扎安，好，再加一个啊，一个是努尼阿米扎安，吉嘎昭阿达拉鲁多。这样写比较完整。好，伊古什努尼这啊再加一个啊，谢谢嘎昭。好，好，伊拉好，好，好，可不可以用阿努鲁玛米扎安？啊，也可以，阿努，阿努鲁玛就是不是今年就对，就是明年了。哦，对对对，嗯，阿努鲁玛。阿努鲁玛阿米兹安也可以，啊，伊古什努尼阿米兹安，我们很少比较这样讲说了哈，嗯，好，谢谢三妹，好，伊拉好，阿努鲁玛阿努鲁玛阿米兹安，阿努鲁玛阿米兹安吉嘎昭阿达拉鲁多，好，好，可以，好，谢谢。修正哈，好，还有没有？然后，阿努瓦埃多好，
好，还有一个，好，好，智慧，好，智慧，好，结束多，嗯。啊，比那爱阿弥哈扎安吉苏阿达拉日本，嗯，啊，结束不知道，结束都过哪里封？就是等这个 COVID-19 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去日本了。哦，安诺阿瓦都过啊，如果没有阿瓦都过哪里封？日封，日封，哎，安诺阿瓦都过哪里封？啊，达拉日本，达达。达拉日本，再去日本，好，好，啊，好，看一下阿香，阿努阿瓦多古纳里凤，啊，阿努阿瓦多古纳里凤，伊迪亚萨多，伊迪亚萨多，去看那个达拉日本，达拉日本，还对，可以这样说哈，伊迪亚萨多就在那个时候了，伊迪亚萨多。好，加古阿泰拉伊日本，好，可以这样说。好，谢谢智慧。好，对吗？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能出去玩哈。好，他说阿宾那爱啊，米扎安吉苏啊，达拉达拉日本。好，哈勒阿努阿瓦多，啊，我们是我刚说阿努阿瓦多古纳里风伊伊迪亚萨多。就在那时候，伊迪亚萨多加古啊，达拉里本，好，可以这样写。好，谢谢智慧，谢谢你。然后啊，如果啊，哎呦啊，好，哎，新芽，好，新芽，好，好，当新芽，吉苏多，好。阿比那埃弗拉古吉苏阿玛里娜，嗯，五月搬家，哎，对，很好。萨嘎杜鲁阿弗拉嘎古玛里娜，玛里娜嘎古，好，好。很好，谢谢读录，你这边有写号改了哈，读录好。他说啊，比那埃弗拉杜吉苏啊，比那埃啊，比那埃弗拉，好，应该不要顾吉苏，可以不要顾啊，比那埃弗拉吉苏啊，玛里娜，玛里娜是搬家哈，玛里娜就是移动哈，就搬家。好，那个吉苏前面那个顾可以不要哈。阿比那埃弗拉吉苏啊，玛里娜，这样子就好了哈。好，他说回答说萨嘎杜鲁嘛哈啊，你这个 F 哎改一下 T 哈，萨嘎杜鲁啊，你这边写萨嘎弗鲁，好，萨嘎杜鲁啊弗拉啊，三月份哈，萨嘎杜鲁啊弗拉，哎，这是 F 是用南斯阿美哈。好，好像是指八月的啊，会不会是八月的意思？八月法路，他写没有？他说他刚刚说，他刚刚说是读路。哎，新雅，新雅，你是写法路还是读路？萨嘎法路阿弗拉，好，读路是吗？来，我错了，写错哈。哎，好，萨嘎杜鲁吗？啊，下面我看到了，下面萨嘎杜鲁，对，三页我有看到，阿弗拉三页，啊，萨嘎杜鲁阿弗拉，玛里娜嘎古，哎，我在搬家，好，三月份我在搬家，玛里娜嘎古搬家，好，谢谢新芽，好棒呢你，好，好，莲梅，好，吉苏多。阿比那埃阿弗拉吉苏阿泰拉伊泰巴，嗯，阿杜鲁埃阿弗拉嘎古阿泰泰拉伊泰巴，嗯，好，很好，谢谢。可是那个有一个弗拉啊问句那边咯，哎，对，好，中文是弗拉，你写 I 好，改 L 哈，啊，对，对对对，啊，错一个哈，好，哎，对。
好，谢谢你，再改一下哈。阿比那爱阿弗拉吉苏阿呆拉以呆巴去台北哈，你大概几月去台北？好，他说阿杜鲁埃阿弗拉，好，弗拉好，三月份，杜阿杜鲁埃阿弗拉嘎哥阿呆拉以呆巴，好，三月份，大概三月份去台北，好。可以好，弗拉勒那个 L 改一下就可以了。好，谢谢连美。好，然后好，阿努阿沃多好，没有了，我们就哎，还有还有。好，我是阿杜鲁埃阿弗拉，是不是用伊杜鲁埃弗拉？用阿杜鲁埃还是伊杜鲁埃？伊杜鲁埃。伊杜我看一下伊杜鲁埃。刚刚那个，还写阿杜鲁埃，应该是伊杜鲁埃啊。那个谁写的？刚刚的。连美。连美的啊，好。连美。是指说他还没去，啊啊，比那埃阿弗拉吉苏啊，呆拉伊呆巴啊，杜鲁埃阿弗拉，对呀，啊，杜鲁埃，因为它是未来式的，所以我们前面加一个啊。好，了解。啊，好，谢谢你。好，苏贤，好，吉苏多，苏贤。嗨，啊，比那埃阿弗拉吉苏。Miss Kim to Suwanu， 你几月份将要考阿美语？嗯。Safau to Sai Fulash Kaku Miss Kim to Suwanu Panza。嗯。我十二月份将要考阿美语。好好，很好，好，再念一次。Abina Ai Fulash Kisu Miss Kim to Suwanu Panza。好。你将几月份考阿美语哈？认证考试，好，好来啊啊！以沙发应该加一个哈啊，沙发 Y 以沙发 Y 读沙啊，以沙发 Y 沙发读以啊沙发读沙，这样不是很怪啊？在应该也是加几月的？你说在十二月嘛哈啊？以沙发。Safawai i safau tu sa a fular i safau tu sa a fular kaku a miskin tu suwa no bangza。好，那我老师我是改成一哦，一 safau tu sa 加一比较好啊啊一，因为我会在十二月啊一哦，将要在啊一也对啊一 safau tu sa。沙发都沙阿弗拉嘎古啊 ，Miss King， 都苏瓦努邦扎，我在将在十二月份考试。那老师如果要加爱，要加有要加爱吗？啊、不要不要可以，不要可以。阿伊沙发都沙阿弗拉，阿伊沙发都沙阿弗拉，可以这样就可以，一加一个一就好了。阿伊沙发都沙，都沙，哎，对对，沙发都沙。好，谢谢老师。好，谢谢你。好，哎，那个老师，请问一下，刚刚那个连美写的部分，阿杜鲁埃阿弗拉是不是也要加一个一啊？阿伊杜弗拉啊啊！你刚刚啊上面在问哈，阿宾纳埃阿弗拉比苏阿呆拉伊呆巴啊伊杜鲁埃对哈，这边也是呀一呀阿伊杜鲁埃弗拉。啊，以在三月份啊，以杜鲁埃弗拉嘎哥啊，呆拉伊呆巴，好，最好先加一，好，好，好，连美哈，不好意思，刚刚，好啊，没有关系，我再改 ，OK OK， 还知道了哈，再加一就好了哈，谢谢你，好，所以那个一是加在 R 后面这样，啊 R 一，对对，将在哈。好好，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就是刚刚好像前面也有用到那个考试，可是考试他用的是 masking， masking， 没有，就前面的那个，然后是用 masking， 所以是要用 masking 还是 masking？
Miss King 考试。好，如果你考上就 Miss King 考完了 Miss King。还有这个分别，对，你是要去考，要去考试。好，马斯金啊，马斯金多加一个马，就可能是你考上了。好，马斯金爱读努马古，我已经考过了。好，马，好，谢谢。好，马少，好，吉苏多，马少。阿比那爱啊，鲁米阿古阿公伊苏。阿弥达任，你的阿公大概几天后出殡？阿姆阿德伊拉古斯巴阿鲁米阿古阿公阿古阿弥达任，我的阿公大概14天后出殡。好，那个出殡你刚再念一次，出殡，你弥达任，哎，对，弥达任，好，很好，谢谢你哈。哎呦，很特别的那个问句哈。啊，比那爱啊，鲁米阿古阿公一说啊，你打生，好，你的阿公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出殡？哈，大概哪一天？哈，鲁米阿，好，他说啊，莫德伊拉古斯巴，好，就十四号，鲁米阿，哈，14号，古阿公阿哥啊，你打生，哎，写的很好，对，这样写是对的哈，谢谢那个马少，好。米达圣，好，现在这个叫做出殡哈，米达圣，好，可能对一些新的学生不了解哈，再说一次，米达圣后面这个字就是出殡哈，出殡，好，他在米达圣啊，鲁米阿出殡的日子，好，书先修正哈。啊，以沙发杜沙啊，弗拉好，将在12页，好，杨玉娟，好，吉苏多，好，好，杨玉娟，好的，吉苏多，杨玉娟，玉娟还在吗？杨玉娟，啊，安阿瓦，首先那个好，我。Asi pun nama ko, ah pinaai fular minukai kisu talapusong, dakai jie hui Taitung, i sakapitu ah fular, 好，他直接以 sakapitu, 以 sakapitu ah fular, ah fular 这边可以空一个格，不要连哈，ah fular 这边啊要空格哈。好，7月份，你努该噶古达拉不送。好，我7月份回台东啊，因为前面有一个啊，所以你前面还是要加一个啊比较好。阿姨，好，阿姨，大家比多阿福拉，你努该噶古达拉不送。好，最好是这样写哈。好，谢谢老师了解。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好，智慧订正的哈，好，阿宾那爱啊，米扎安吉苏啊，达拉里本啊，阿努阿瓦杜古里凤，伊迪亚萨杜卡古啊，达拉里本，好，很好，谢谢智慧更改了哈，谢谢你，蒙爱多，好。好，连美，好，他也改了哈，更正哈。阿伊杜鲁埃阿夫拉嘎古，拜拉伊拜巴，好，谢谢连美，可以的啊，订正可以了哈。最后啊，那个汪处长，来，你搬来信息，来搬来信息，哎，我爸爸呀哥，嗨，哎，嗨，啊，宾纳埃啊，弗拉斯。其实啊 ，Miss King， 啊 ，is about to say 啊 ，plus 啊 ，Miss King， 卡古。很好，谢谢。哎呀，夫人，谢谢你。好啦，谢谢。念得很好哦，好。好啦，谢谢。好，他说谢谢你啊，平安爱啊，弗拉吉苏啊 ，Miss King。你几月份要考试？好，他说啊，已将在
十二月萨法杜萨啊弗拉好十二月份啊 Mr. Kim Gaku 我要考试好加油要考试好嘞好嘞好谢谢好谢谢写得很好也念得很好哎呀好好快哦时间一晃就九点了哈、哦、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哈、哦、很热烈的来练习写跟说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有一点困难但是、哦、这就是要练习的地方有写有说你就会有进步、谢谢大家参与在这个、语言潮里面我们希望在这里我们一起长成长、哦、把主语说得更好哈迪尼阿扎古比纳纳姆米达阿尼尼阿拉沙亚阿来哈娜多甘莫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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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见咯阿来星星阿来阿来用阿来阿来